小洞，小彩蝇。哦，谢谢，我会加喜的。嗯，哦 ，Hello， 大家好，是我，你们超可爱的蓝色毛茸茸朋友，我是 Grover 啊，知道吗？我长久以来都想拍一张大象的照片。嗯哼，所以我来到这里，带着我可靠的小相机，而且穿着我可爱的小探险装，来这里找大象。如果你不知道大象长什么样子，不用担心，我带了图画。嗯哼，就在这儿，看吧。嗯哼，你看到大象有着两个大大的耳朵，嗯哼，非常长的鼻子，还有两根白色的长象牙。啊，什么？你看到大象了吗？它在哪里？哪里？啊？哦，我没看到大象。你真的确定有大象吗？它是不是有两个大大的耳朵，一个长长的鼻子，两根白色的长牙？啊，什么？哦，那我再找一下吧。嗯。来吧，大象，大象，你在哪里？没有，我到处都找不到大象。啊，对，抱歉，没有大象。你应该知道的，大象非常大。嗯，对，那么大的东西我不可能看不到的。嗯，什么？它现在就在我后面。哦，啊，你就是不放弃，对不对？哦。这实在是很难让人相信了，但是如果你坚持，我会转个身仔细的看看，为了你哦。嗯，抓到。哦，看吧，你只是想开老师 Grover 的玩笑，对不对？哈哈，笑一个。哦，哈，谢谢你，我长久以来的梦想就是要帮可爱的蓝色毛茸茸小怪兽拍照。哦，不用客气。哦，嘿，朋友，如果你看到大象，通知我啊。他相机应该有底片吧？